你们俩。这边我想看能不能你真的是把你的对我稍微好一点，然后呢我觉得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在西安也好回老家也好都可以。哦，女生为什么跟他来呢？一是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，再一个我说过我特别黏人，特别强势，我懒得去换来换去，我习惯了他一直宠着我，但是我觉得他又没有，就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去依附我的思想，他是依附，我用的词也许不太准确，没事没事，就是我想让他更理解我一点，更支持我一点，我希望他把我们的未来就是真的能去考虑的多一点，而不是走一步看一步，那样我真的很难受。